羊腿啊。羊腿，羊蝎子火锅，好热呀。大猪蹄子啊，脱骨了啊。刚做好的猪皮卷啊，怎么的，我听说有的人怎么的，我两天不直播就是不想看我了啊，给我那啥下最后通牒了，说我再直播再不直播就不来了，咱们的感情就这么经不得起考验呢，就两天就移情别恋了啊。咱们明天中午直播啊，明天中午记得来啊。涮的毛肚，羊蝎子。自己炸的鸡腿儿，